我觉得就是很有态度，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之前这是我第二次来Chanel的 show， 然后我第一次还参观了他的公寓，然后给到我最深刻的就是Chanel 就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，就是他每一个几乎每一个设计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个故事说出来，或者是在那个公寓里面可以启发到他，或者Chanel这个品牌，导致这每一季的新的一些概念也会有一个故事。我这个是特别的尊重他们，对。这一次男装特别多，好像对，这个我可以买来穿。然后我看到男生的背着一些女生包包，我觉得这个很好，我很想就是，其实我来机场的时候也背了一个 Chanel 包，然后今天我看到有一款白色的 Chanel 包，我很想买，很开心，因为留到最后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火箭嘛，然后我跟白百合我们在聊，我们那个火箭会不会升上去，我们都觉得不会的，因为肯定是个道具，没想到它真的会升上去，我觉得很棒，整个气氛整个氛围我也很开心，对。这一次就会跟白百合会拍一个片，然后我自己也会留一段时间，因为我快要出新歌，我会拍一个 MV 在这里，对，应该会留一个星期吧在这里。